瞧这地儿哈，再加上几声乌鸦叫，你们说这叫什么？叫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是我是个病秧子，但我喜欢看报纸啊，看新闻啊。啊，嘿，这就是路见不平有人铲，事儿不平有人管啊。拿水浒照这么一对照，是吧？哎，像什么？下边这些人，啊，说好听的是员工，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打手，明白吗？怪不得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他满屋子挂都那水浒上那些人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哪是正正经经公司啊？这就是一帮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混世魔王啊！这个，哎，大哥，你等着啊！警察要是掏黑锅，直接堵就行了，一窝一窝的掏。不是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你，不刚才你脑子还热着呢，我说什么我说了。这，我找他去。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有点事儿没跟你说完。你能不能让他们都先出去？行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是。来，我来。我这儿等我。怎么了？你就给我解释解释。嗯。你这公司是做什么买卖的？啊？怎么做？风险代理。清欠债务、追债、讨债、清债、要债，就是干这个。我不看这个，我不看这个。你跟我说，不是你凭什么去要啊？凭理啊！你就比如说我老二这事儿，别人欠他的钱，对不对？他要不回来，但是我们就有办法给他要回来。你凭什么就能要回来呀？凭理。你就行了，你少绕乎。要凭理就能要，你二哥没嘴啊？他自个儿不会讲理啊？哎，你听我说哈，他第一他没有时间，对不对？第二他没有人手，第三他找不着人，第四他就是找着人了，人家不见得给。哦，你就有办法让人家给？对，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办法。哎，我就想听听你是什么办法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儿，就有不同的办法。我就想听啊，你要是去要账，遇上一三清子，耍流氓的，不讲理的，混不吝的，你用什么办法跟他要？那还真是得看什么人什么事儿。你这儿没有一个具体的事儿吧？我还真不好跟你说。总之，你得想出办法，没有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，要不然你这生意没法做。你做个屁生意呀！你怎么说话这么不文明呢？在这儿。行，老四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是又奔老路上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是正经的在工商局注册的生意，你不相信我，你还能不相信工商局啊？我这要是坏了，人家能给我注册吗？嗯，怎么着？你真是想让我把话说透了？你说。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往透了说，我告诉你，大哥没傻成那个样儿，啊！今儿一来，我一瞧你那手底下那帮人，你瞧都什么样？一身黑，长头发，一个长什么模样？凶神恶煞的。再看看你这公司里这布置，哎，全都是水浒那些人物，那都叫什么人？哪有这样的公司啊？我说你干脆在门口竖一面大旗，写上替天行道，你占山为王得了。呦，你这个主意真不错，回头我就让他们在门口挂一杆大旗。你别再气我啊！话的好啊！你还管我叫大哥吗？叫不叫？啊？要不你甭叫我大哥。你二哥说的也没错，你这不是做生意，你这就当一讨债鬼来着。你，讨债鬼！我还真不生气，你这么说我都不生气。为什么呢？我早看透。你说人活在这个世上，只要有人和人之间的生意，他就一定有欠谁不欠谁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人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不是为了欠债，就是为了还债。我就当一个要债鬼又怎么了？就好比月下老人，我给人牵个线，红线拴一块儿，你行了吧？是一个好事儿，这俩能扯一块儿去吗？你说这大太阳底下你。你从地下刨什么不能吃饱了肚子？
非当这鬼干嘛呀？啊？你要愿意当鬼，不愿意当人，那我觉得你还不如回去接着刨垃圾去呢，比这好。大太阳底下又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大太阳底下这见不得人的事儿多了。要是真没有这种事儿的话，我这种公司能开得起来吗？早关张了。我告诉你，诚心诚意的啊，不开玩笑，你就甭操这心了，好吗？是啊，原以为你回来了，天下太平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哪知道，哪有个太平？你呀，就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我等不住你，只有让你往前跑。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，人就给我捎信儿来。我也不知道是活信儿还是死信儿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么个公司你为什么呀？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行吗？总得折腾啊！他折腾什么呀？你说他，你当他折腾什么呢？他折腾他第二个十年呢。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？他不就开个公司吗？你说，我不了解他，我还不了解你呀？让你去抓只鸡，顶多落一手毛。他开个公司，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？你知道他开什么公司？要账公司。要账公司？可不吗？哎，你说，做买卖是吧？都讲的是。公平交易，愿买愿卖，买卖买卖嘛，凡是不给钱的，是不是都是欺负人的主？那凭什么老四就能有本事从这样的人手里要回钱来呀？他这干嘛呢？他这不就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，跟人家斗狠城墙的吗？老四开的是这么个公司啊？哎，你想想，这斗狠城墙能是什么后果呀？无非就是四个结果：第一，人家把他给斗趴下了，他进了医院了；第二，他把人家给斗趴下了，人家进了医院，可他背着后果呢，他说不定就回监狱去了。第三，他让人家满世界追杀，他是满世界流窜。第四，遇上个比他下手还狠的，他小命就算是完了。我想着我跟你说，哎，我后脊梁骨都冒冷汗。那你们哥几个怎么不拦着他呀？拦了，拦不住啊。为这事儿，我这几天急得好几天都没睡着觉。你看，我这牙床子也肿了，你看那火疖子也冒出来了。老四也不是糊涂人呐，你这么跟他说，他听不懂啊？他能不懂？他全懂。他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是不见棺材他不落泪的。那咱们也得把他拉回来呀。哎，这不是没辙了来求你来了吗？他听你的呀。好，我去找他。老四回来了，哎，洗手吃饭吧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凭老大的这手艺，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饭来？快吃吧。嗯，好吃。我这也吃过不少馆子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。瞧你说的，那再怎么，那人家也是大厨子做的。我要有那手艺啊，早就发了。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尝尝，这我做的蘑菇串儿。蘑菇串儿怎么样？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怎么像羊肉串儿啊？那就放了孜然和辣椒面儿呗，它就像了。嗯，这我喜欢，新疆的东西我都喜欢吃，好吃。多吃点啊。嗯。咱们得等他们回来一块儿吃吧。哎，不给他们留着，多吃点啊。哎呀，我这从小吧，都没人这么向着过我。说实在的，来，哎，小时候家里没妈也没姐，我去别的同学家，看着那姐妈又做这又做那，哎，小孩还不知足，还闹呢，这不要那不要，
我想要换成我的话，哎呦，你就让我吃糠咽菜，我都知足。真苦了你了，老四。不会吧？我一看到你，我就觉得特亲，我就觉得咱们像一家人。哎，咱们要不是一家人的话吧，我觉得老天没长眼。净瞎说，老天可是长眼的啊。嗯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老天是绝对长了眼睛，而且不近视。老天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来，再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不能再吃这个串了，不能把这好吃的一次吃恶心了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是盼望着你能常回来。行，有空我就常回来。可是常回来呢，还是不如一家人好。咱们要是一家人，那多好。我这净瞎说了，你别不爱听了。啊，没有，老四，我挺爱听的。你说这些啊，我不烦。看以后吧，以后我报答你。我可不图这个啊，我图的是啊，你平平安安，没灾没难的，就比什么都强。哎，老四，听说你开个什么公司？哎，你跟我说说你公司的事儿吧。我就知道今天你来是为这事儿，老大找过你了。我挺为你担心的。你当然得为我担心了，你不为我担心，我不是白拿你当一家人了吗？真是还小啊你，我在等你呢。吃饭，咱俩上胡同口吃去。为什么呀？大嫂做饭呢，回去回家吃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大嫂跟四弟谈事儿呢。怎么你出来了？他们俩谈事儿，谈什么呢？谈什么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两个。老大今天不回来吃了吧？嗯，他出去了。想让我单独跟你聊聊呗？我也想单独跟你聊聊。我觉得你们俩真好，真合适，真的，牛郎织女，天仙配，多合适啊！老四，老四，老四，今天不说这个啊，就说你。哦，说我，你说，我听着。老四，嗯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过几天踏实的日子多好啊，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啊！啊，我怎么会有闪失呢？你要是需要钱。上次你要回来的钱我这还有呢，我都给你花。别，我是需要钱，但我绝不会用你的钱。老四，听说你开那个公司，那公司的事儿咱们不懂啊，我只要你的一句实话，那种公司有没有危险啊？危险谈不上，风险吧。你做什么事儿没风险呢？我跟你说的不是风险，就是危险，有没有啊？我听说你开了个要账的公司，别人的账要不回来，你管要去。你跟我说，这个有没有危险啊？说实话，有。那你干嘛非干啊？咱哥仨加一块儿都拉不住老四这头倔驴，我大嫂一女流之辈，你指望他能拉住他？世上的事儿就是一物降一物，你放心，说不定你大嫂就是能以柔克刚。请好吧，走走走。你说。我说什么？我已经说了有危险。那我就得问你了，你这不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吗？是。
算话。哼。我这么跟你。哎，三儿，嗯，方便吗？来来来，方便。哎，坐，哎，坐。哎，最近生意还好吧？嗯，还行。哎呀，三儿，这工程款不是结了吗？民工的该发的都发了，这是咱哥俩的，这是你那份。这我可不能拿。哎，嫌少啊？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说亲兄弟。没有前来前往这么一说，是吧？可二哥跟你说了，生意场上兄弟是兄弟，钱是钱，啊，亲兄弟一定要明算账，当面算得越清楚，转身啊越爽快，不藏着掖着最舒服了，啊，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吧，啊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钱我还是不能拿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你这公司也刚开张，算二哥给了一份贺礼，行吗？哎，你看，我帮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我这公司不是也没开业呢吗？如果当时你不是我的二哥的话，我怎么会帮你这个忙呢？你想过吗？啊？就这么点钱，推来推去的干什么呀？你非得让二哥说多少感恩戴德的话，你才能收下啊？哎，那个三儿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你呀是救了你二哥。是在火烧眉毛上救了你二哥，啊，这多大的恩呀，是吧？三儿，要不这么着，哎，就算你公司没开之前，先接的一单生意怎么样？这样吧，就是以后啊，你要是再想跟别人要账的时候，你还找我，那时候我该收多少就收多少，行不行？行。你的心意，二哥领了。哎，以后别给我打折啊！加倍行吗？啊，装上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都谈了些什么呀？我跟老四谈的挺好的，他都答应我了，他保证平平安安的。不是你忙活了半天就谈的这个呀？哦，合着你是想通过我就让他把公司注销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他是成年人，他有他自己的主意。再说了，有点冒险精神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哎呦喂，这还是冒险精神呢？我说你都谈了些什么嘛？你看你这是，他保证平平安安的呀。那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谈吗？那怎么叫什么都没谈呢？可不是什么都没谈吗？嗯，慢点来吧。好嘞。哎，于总，你里边请。啊，你是于总。哦。总。啊，于总。直接说吧，什么原因？啊，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大兵，欠钱不还。那还叫朋友吗？哎呀，原来的朋友关系一直特别好。多长时间了？有3年了。多少钱？10万。干什么用的？说是开了一个什么店，是卖汽车的，不是生意一直不好，所以也没拖着没还。有欠条吗？有，写了。那怎么不上法院呢？上法院，这朋友那不就等于撕破脸了吗？还是不想去法院。朋友还是朋友，这钱吧还得要。又想要朋友，还想要钱，对吧？就这意思。你们就没有中间的朋友吗？找个中间的朋友说和说和不就完了吗？这不能让别人知道，要不
真没面子了，没法弄。你还挺讲义气。哎呀，想要面子活受罪呗。那成，事儿成了我们收20%，不成了我们分文不取。啊，20%？能不能便宜点？我们是个新公司，刚开张，你这是个私人业务，所以才这么低。要是大公司的话，我们要收40%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干的这个事儿都是死账、坏账、呆账，我们的风险也很大。玉总，能不能15%？要不这样吧，那钱就搁别人手里吧，别往回要了。钱嘛，搁谁手里不是屎，搁也不会烂。你看呢？那什么时候能拿到钱？2周。你那朋友他在吗？在。2周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叫什么？哦，我叫吕梁。吕梁，哪两个？双口吕。对，双口吕。梁是哪个梁？梁是那个栋梁。老三，你先别躺下，咱说点事儿。你起来。拿钱当祖宗，对不对？这都是钱啊，欠下的、借下的，这都是钱啊。这我借的，咱一人一份，谁也甭说，谁也甭怨啊，自个儿拿着，都是欠条啊。该自个儿还的自个儿还。这些我先拿着，等我把这份还完了，我再管你要啊。用不着，都是自个儿的弟兄啊，该担一份就担一份，对不对？这钱都是为老三、为你欠下的。还有，老三现在一个月1200块钱营养费，是我跟你二哥两个人每个月都担着的。那行了行了，这事儿啊，你们就甭操心了，都我来吧。你我来。来，三儿，那以后三哥就指你了啊！哎，大哥是家长，有什么事跟大哥商量，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大哥是家长，我没说他不是家长。他说咱大哥，那能改得了吗？是不是三儿？哎呦，行了，那你睡边上，我睡中间，我老四睡里边，去睡边上。三儿，来躺睡，躺了，摸这位给我，这是我的。睡吧。看什么呢？哎呦，行了，甭犯贱了，赶紧睡。我俩说会儿话，你睡你的呗，这是。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三哥，三哥，来，哎呦。哥，那感觉就不一样啊！什么大哥大哥，我这又不是黑社会，人家都是顺着我叫你的。哎，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你叫我三哥，跟他们叫不一样。我喜欢听他们叫我三哥，也不怎么的，这人好像就往上拔了那么一下似的。哦，科长，三哥，别走啊。三儿啊，嗯，那个别跟大哥一般见识，他就那么轴人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。哎，四儿，我发现了，哎，以前我怎么没感觉到咱们俩那么投脾气呢？啊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咱俩特投脾气？四儿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你跟三哥说啊。行。三哥呢，也不是一无是处啊。我虽然有点手无缚鸡之力吧，但是我有头脑啊。你跟我讲讲有什么事儿，没准我能给你出主意什么的。好。那行，那个什么。明儿三哥就跟你一起上班。你要愿意来就来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哪行呢？怎么叫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呀？得看公司需要我做什么。
行，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该干什么，我知道。应该干什么呀？比方说你们在前线冲锋陷阵，我在后边观机瞭望啊。我给你打比方，你看这诸葛亮是吧，一文弱书生，啊，手拿个羽毛扇子，你什么时候看他舞枪弄棒的了？但是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，对吧？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我们哥几个，就你脑力好。哎呀，三儿啊，三儿啊，哎呦，我就得夸你。要说你聪明呢，你就是比老大和老二有点力。你看我在家待那么长时间了啊，他们俩什么时候重视过我呀？你看那二哥的公司开的时间不短了吧？哎，什么时候觉得我的头脑就是他们的财富和翅膀了？没有吧？所以我得夸你，四儿，你说这奇怪了，你说我没发现咱俩那么投脾气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要记住，老三就是老三，他说的话一定要听。是，老大。但是可以不执行。尤其是你们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坚决不执行。是老大，别老大老大，难听死了。我在我们家就是老四，你以后就叫我于总就行了。是，老板，于总。哎，于总。哎，你好。人呢？啊，在里面那个长头发那个，就是。哎，于总。我这必须给你说一下。坚决不能伤和气。你放心吧，你要不满意的话，我分文不取。一会儿进去你就说你介绍我过来买车的。行，进去。哎呦，大兵，哎呀，李亮，好，李亮最近挺好，挺好。行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哥们儿，哎，这叫大水，大水，这是我的老朋友大兵。哎，行，你好，你好，以后咱们也朋友了。行，咱进来看看。啊，行，来。那个你是做什么呢？我呀，我开了一公司，专门给人要债的。很多人不是都欠债不还吗？我就这没日没夜的要。那个。大水想看辆车，你帮他看看。啊，行，谢谢，咱们看看啊。你这生意怎么样？生意，我这就一车展，净是看着没人买呢。是吗？那关了得了，跟我一块开公司吧。哎，我已经跟这吕梁说了，他跟我一块入伙，要不然你也入一股。这个吕梁想做生意了？哦，不是，啊，那个。那大水啊，他非要拉着我，他不是现在有点叱咤风云的意思吗？哎，你可不许拦着他啊！哎，不，要少了他这个合伙人，我跟你急。哎，不能。于哥，哎，跑哪儿去也得把他给我抓回来啊！不叫你守老窝守了吗？守着呢。不行了。我那边下着狐狸夹子呢，我必须得走了。哎，啊，好，明天不行，后天吧，后天咱们一块儿吃饭。哎，行。什么呢？大哥，你没做饭呀？啊，大哥，我饿了，你做不做饭啊？我欠你们的，我。哎，我做，还不行吗？啊，不是。干嘛去？哎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干嘛非擦这个油烟机啊？啊，大哥，要不还跟我回公司吧？啊，擦抽油烟机。
大哥，您别喊了，我们哪能让您在这擦油烟机呀？你跟我们回去吧。就是，大哥，你这是跟谁较劲呢？是跟我较劲呢，还是跟老四较劲呢？啊，是给我看的，还是给他看的呀？别管我啊！你们有能耐，你们折腾你们的，你们爱折腾成什么样，折腾成什么样，别管我。清洗抽油烟机。你这，大哥，大哥。油烟机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行，不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抢人呢是不是？你大白天你抢人呢你？我喊人了啊！哎哎哎，行，你厉害，行不行？要不然的话，咱们俩一块儿，我帮你擦这个抽油烟机，行吗？你跟我擦油烟机啊？嗯。您什么人呢？您鱼的老板啊？那鱼的老板擦的油烟机谁敢用？我求求您，您放我过去行吗？我们这小本经营。小买卖不容易，您别砸我买卖，好吗？哎，擦，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还生着我的气呢。要不是我的话，你那出租车那活也不会丢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今天不至于干这个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那不是是什么？我今儿干这，是我命，我活该，我不怨你，啊，你别那么想您啊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我那儿去，你跟我一块干，行吗？你帮我盯着点人。主要盯着我，你不是怕我学坏吗？啊，好不好？咱们合伙一块干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敢干。您的活我也干不了，脑子掖裤带上的事儿，我哪干得了？没那么胆大，我干不了。你不干也行，你在家休息行不行？你都忙活了这么些年了，你就歇着，家里以后靠我行不行？我干嘛呀？我长两只手两只腿，我能动，我干嘛靠你呀？啊，您放开让我走好吗？哎，擦油烟机！哎，保安，你看着，擦油烟机！我说话你没听见呢？我没听见。那你聊吧，你说。嗯。我干不了，擦油烟机。哥四个都到了。嗯啊，咱们开个会。今天的中心议题啊，就是大哥的工作问题。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到我公司，一个是老四的公司。哎呦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大哥？多好啊！你想想是吧？你琢磨琢磨，你挑一个。不是你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待遇啊？你跟他们俩说。哎呦，你就知道吃去，大哥，表个态，表个态，放开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呀，就擦抽油烟机，啊！没脾气吗？他就这命儿，就这命，擦吧。那，咱散会吧，散会吧。你赶紧回去，早点回去吧。串个这是。哎呦，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的讨债公司的资料啊！这不看不知道啊，一看吓一跳啊，四儿啊！啊，原来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讨债公司、调查公司，还有那个私人侦探公司啊！啊，这回我知道了，真知道了。这知道以后我心里发毛啊，四儿。毛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可见这天下不太平啊！啊，这人眼睛里现在就剩钱了。这个欠债的呢，是闭着眼睛不还；讨债的呢，是红着眼死要啊！啊，这表面是风平浪静的，这实际上底下是暗流涌动。词儿真多呀你！切，四儿，看看啊，这都是咱们的竞争对手啊，一定得看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是不是？你得看啊！哎，不能拿水，弄点水，把河死了。哎，您喝水。哎呀，于总！哎，刘太医了，怎么着？大兵把钱给你了。哎呀，我到现在啊没搞明白，哎，也没见你下什么狐狸套子啊？他怎么大兵立马就把钱给我？不是你这怎么弄的？这，
讨债没有一定的套路，哎呀，你又不怕大兵就是不给？那我说不定就得给他下狐狸家了。你就怕我把钱拿来以后跑了，你找不着了？不会吧？你想，你对大兵都那么仗义，怎么会对我不仗义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你对我不仗义，我一个专业的讨债公司能把你那点佣金拿不回来，我这儿就得关门了。服。服服，我真的是心服口服。哎，那你说咱们那饭还吃吗？吃吃吃，要不吃的话，这不是咱俩合起来好像蒙大兵了？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是吧？这饭得吃，吃了你们俩还继续做朋友。行行行，那我买单。那当然。好吧，我请客，你买单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别乱进去，别拉我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看孩子的妈，我有什么好预约的？你让，行，您没有，您不能进。你让开。夏姐，你怎么来？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说一声，我打800个电话了，你接吗？我这不是忙吗？你忙，我还忙呢。我这又看店又看孩子的。你说吧，你是不是想赖账啊？赖账？赖什么账？哎。我跟你有账吗？你觉得你没账？我这几年的青春不是账啊，这孩子不是账啊。当初死乞白赖追我的时候，不说了，忘恩负义的混蛋！我忘恩负义？你叫高尚？你今儿是来探感情的吗？你不是来要钱的吗？你别跟我胡搅蛮缠。这合同，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看看。哼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我要的是男孩，儿子，你懂吗？谁怪你没这本事呢？我没这本事，是不是你没这本事还说不定呢？行，甭说这个，女孩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啊！我别的不要听，我要你履行责任。履行，履行，撕吧撕吧撕吧，反正是复印件，原件我搁家了。你就是把原件撕了也没用，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总不能把孩子撕了吧？你这是用孩子敲诈我？我敲诈你？他是不是你亲生孩子？啊？我要你履行合同。我跟你说，你也是成年人，你生不生孩子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有责任吗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你给我出去！你今天不履行合同，我就不走。你走不走？我走。我走。四儿，这哥俩比咱们哥俩还像亲哥俩。哎啊！我跟你说，哎呦，亲兄弟有时候真的会翻脸，但是这拜把子的兄弟啊，有时候行。真行，知道你用的也是计，兵不厌诈，是不是？你诈出来的。我做事情从来都不用套路，就事论事，就事论事。哎，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像大哥说那么黑呀，啊，这事儿要交给红道、法院啊、律师什么的，那这哥俩还不翻脸了？我说，你回头就跟老大说，嗯，老四黑不黑？老四不黑，黑吗？啊，行行，黑不黑？不黑，不黑啊，一点都不黑，一点都不黑。三儿，你以后别这么拍三哥，你这手太黑太狠。那怎么拍啊？你跟人打招呼，你拍我啊？你拍我看，我拍你。嗯，这样，哎，朋友，你看完了是吗？哎，就这样是吧？行，你手太重了，朋友。哎哎哎，回家。好好好，别。哎哎哎，回家！别麻的，不是别拍事儿，跟朋友哪有拍屁股的？拍马屁股。有人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不卖货，今天返点。我不是来买衣服的，我是来收房子的。您说什么？收房？对，我来收这房子。您是？
哎，这房是你租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这房是我租的。你租的？嗯、啊，那您就是？我是房东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。这是房契。啊，我知道，那你。我限你3天，你给我搬走。哎，您别，怎么突然就？咱们商量商量，那个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您把房租给我得了，我肯定一分钱都不少您的，行吧？这房啊，不租了，这房已经卖了。您卖谁了？您是不是卖老谢了？哎哎，您跟我说，您是卖老谢了还是他媳妇儿？您跟我说是他吗？是，是卖他了，他让我催你搬家。蛋王八蛋，这我可得说你了啊！你骂人不对，这话我不替你传，我就限你3天时间，你自己赶紧搬家。我的笑，怎么突然是雨后的阳光？竟然带着奢望，像羽毛一样轻。没有言语能够说明的感情，是一场看不懂却能被感动的电影。时间来不及听你声叹息，身前却盛满笑与泪的记忆。幸福本来就是座迷宫，一路迷失，一路让自己寻找清醒。我要的光是一道诱惑，它让一切悲伤都黯然失色。说。